我本来想住两年前打完那场仗之后大家会吸取教训。太点知而家只是人类为多年恶行埋单的时候。Plan B 已经开始了。我觉得他不是适合的人选。小心共同来开始攻击。总部估计会牺牲160,000人。如果任务失败，受灾人口560,000。信号受到干扰。是人为，全部都是意外。我哋要行落去。呢个任务唔系为咗自己，系为咗所有嘅人。我哋只有一个 plan， 就系完成任务。只有得我同你啫。行落去。喂，我哋两兄弟。引我借佢，系怼冧佢。